住在我隔壁的甲方是由谢冰冰、王子璇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该剧已经定档，将于9月26日开播。讲述了王子璇饰演的实习设计师叶璇怀揣梦想入职一家小型广告公司，没想到不仅半年没转正，又被甲方对接人百般刁难，工作不如意，刚搬家就遇上奇葩邻居李泽南。虽然初次见面是剑拔弩张，却在互诉职场苦水与压力后渐渐暗生情愫，可女主万万没想到男主口中水准很烂的乙方竟然是自己。面对产生好感的邻居男主，竟是处处刁难自己的甲方公司，是甜蜜的情侣同居生活，还是职场的人生较劲？该剧已经定档，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